和爸爸比赛画风景，连妈妈都夸我和爸爸，妈妈说她做不了决定，想请粉丝宝宝帮忙点评打分。先看爸爸画的小风景。到我了，到我了，你来看看我的这个小风景一共用到了几个颜色吧，据说有很多宝宝看不出来哟。对了对了，你手机里有跟我画的画相似颜色的隐藏款表情图吗？你能找到几个呢？你看看这是我找的几个，你也有吗？对了对了，小评委们不要忘记替妈妈帮我和爸爸打个分吧，爱你们哟。上期有几个粉丝宝宝老厉害了，出了很多脑筋急转弯和歇后语，你会出这些题吗？你也来出几道让大家回答吧，辛苦你啦。说着说着我的也快画好了，你更喜欢哪一个呢？你知道我画的这种画属于什么画吗？简笔画、水彩风景画、油画棒画、彩铅画还是丙烯画呢？看看谁是小画家吧。